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要死哪一个科系？商经要学会计，以后当公务员什么的，感觉我就不可能。学习国际礼仪，出国，这种事我想都没有想过。电子，感觉就要很会用电脑，随便玩玩我还可以，这个太难了。我英文这么烂，进去里面不行吧？这个好像是最近新加入的科系，感觉不太适合我啊。同学，动作快一点。为什么会来到这种科系？这些是什么？造型原理、基本设计、色彩学。连套吗？知道凡是你们可以，我就先写下来给你们看。标志吗？一百字，我要和铅笔、广告颜料、调色盘、笔芯、笔筒、三角板。老师，这可以吗？不行啊，因为我们之后会帮同学要拿专业起立，这样才可以。也许我也可以成为学长心目中那种有趣的学生。这次的主题你到底有搞清楚吗？你看你整个画面，你的空间感呢，东西的前后，你一年级的基础绘画的技巧是怎么学的，这样子做也算什么？拿回去。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未来的科系。
王同学。你以为学校是什么？你想怎么混就怎么混。当学生不应该有一个学生的样子吗？一件作业就能让你那么气馁，太没志气，真是让人失望。等一下可能要先走了，想要补习。那你把他的电话给我，我再跟他联络。你还好吗？最近怎么都没来学校？你的朋友很担心你。我现在在你家外面，是他带我来的。我知道你因为上次被老师否定，所以很失落。但是我也看得出你对这科还是想努力的，所以才会去找老师，请他给你一点建议。或许我不能理解你的辛苦，但我希望你能好好面对自己，做出最好的选择。
哪里接啊？耶！你在练习哦？对啊，想说多练一点。哇，做得真漂亮！哎、欸，我上次在家里有看到一个比赛，我觉得很适合，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。谢谢。你可以参加看看吗？对啊，我觉得你参加一定有机会得奖。你真的就在这个位置吗？有台，竹崎好像很远呢。